是不相信我的怪信心？那安尼，我就证明给你看。学长，反正你不是自暴自弃，你不是连家己的命都不爱啊！无你我嘛活袂落去啊！那安尼，百姓就做坏事啊！行！你慢点，宋天是不负责任的手。你哪这么说？我已经不是你们集团的小开啊！我可是对下世下情的陪母，连我查某囡仔看到我这款的，才敢来走敢来背啊！你谁都不走，谁都搞对条条。因为我爱你啊，林先生，我有可能我爱你。咱不是讲话，只是人咱都爱念条条。所以不管你是古天老的是谁的花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我最爱的林先生，你都在我的心内。我来感觉阮妈已经气到想要甲你配碎烂哈，第一条你讲白惨哦，哈啰阮妈袂安尼无缘无故有这款反应，啊，代志就是安尼啦，要信不信随在恁啦，安尼吼，好啊，看起来你今仔是袂老实讲啊，那恁歹势哦，志通，我感觉这件代志确实是足有问题。阿哥想要报警处理，你认为呢？对啦，去报警和警方查清楚。妈，你紧讲老实话啊！那无，我真正会同意阿哥的做法咯。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啊！啊，是安那恁都无爱相信？啊，敢讲，敢讲真正爱逼我就抓是无？等等来，子珊。你怎么算回来啊？你敢知影我真烦恼你的？你怎么算回来啊？唔对啊，子珊，你爸呢？阿公，阿妈看着你来，一定真欢喜。阿公你好，阿妈，我回来啊，是来让你烦恼啊。你两个人回来才多好，丹青，歹势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拄只宋凌峰伊讲，伊甲你带阮妈去红针灸的时阵，半路上伊的车向歹去，所以你才带阮妈先走，敢真正是安尼？确实是安尼啦。我就忽然间接到同学的电话，所以我才临时叫一个看护先把阿妈送回来。对了，子珊啊，子东讲恁爸跟恁是做伙出去啊，恁爸嘞？公司有代志啦，阿爸这两个处理。阿妈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最近爸就袂回来哦。阿妈，你一定有很多疑问的吼，你别着急，子珊会偷偷跟你讲。
多谢你对我照顾。公英啊，你在创啥？进去。阿妈，多谢你对我疼惜。你来雄雄对我磕头，我讲这的，敢讲你要离开这个家？你要去哪位啊？啊？阿妈，你别着急吼。啊！多谢你，虽然你发现我不是你的子孙。听说我，不好啊！再出我这件代志很快。你拢已经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妈，我拢已经知影子生的心事啊！你杜光亮的代志拢讲出来啊！所以不甲子生几人拢放弃，我都相信这件代志，也需要一挂时间冷静，所以我才会不甲叫你往家转来。是嘞啦，阿妈，害你烦恼啊！乖孙，别哭，看你这么痛苦，阿妈不甘，紧起来。阿妈，你别感慨，虽然我知影真相的痛苦，虽然讲我身上流的不是人家的血，阿唔过我的心是人家的，唔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无可能反背人家，除非，除非你不爱我，乖孙，阿妈的乖孙。阿妈，那。